的是好大手笔，法国精品在台北开设旗舰店，邀来众多巨星艺人出席开幕酒会，让现场星光熠熠。男星谢家健穿着秋冬款厚外套出席活动，一现身就让尖叫声四起。而女星陈婷妮一袭宝蓝色马甲款式的长洋装，性感又不失个性。而港星文咏珊堪称当晚最性感，她穿着白色中空装，露出纤细蛮腰，搭配靴子和帅气黑外套，气势十足。而近期正值发片期的杨丞琳也特地赶来站台，她穿着早春系列的新装，却说热到不行。杨丞琳笑称时尚人士真不好当。然而当晚主办单位还找来韩星 Jessica 压轴出场，被问到有没有要跟 Jessica 比谁最美，丞琳表示我觉得美的定义见仁见智啦，但是因为我跟 LV 的合作一直都是非常密切的，所以当然一定要来参加这么好的活动，然后也让大家知道这个新店已经开幕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看到了，